今天再拍一个榴莲盲盒，看看有几块肉哈。哇，看这个肉好不好哈，哇这么多。再看这边啊，哇，扎死我了。哇，这有一大块。哇，不错，这个肉老板说肉不错，我还不相信，确实不错。看看这还有一块，哇，这盘子这还真不少呢。闻着臭，吃着香，有没有和我一样爱吃榴莲的？又香又甜。哇，顶好几个老母鸡。哇，太香了。一会儿干一个榴莲。